不要生气的啦，哈、哦，要不要继续玩？你看身边生闷气干嘛啦？那、啊、你刚刚就是逆着上去，然后仰下来就不对啊，被奶奶骂一下而已啊。好啦，我们走吧，好吧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了，不要生闷气了。你是不是有点生气？啊，你过来啦。我们去玩哪里？那你过来，你起来一下啦。那你去玩你想玩的、啊，你还玩要玩什么？